跟你说开心。好、哦。什么刮不连花不得流泪？上面没有。嗯。慢慢刮。很难刮，你知道吗？很难刮吗？对呀、啊。因为你抓太前面了。够急急够。姐姐，你去看扭蛋，你刚刚已经关好了。我给他看，他不给我看。不好刮哎、欸，很大、啊。是你刮错了啦，这样子斜斜的贴着刮，那不好刮，这样子贴着刮。来了，你压着，你把手这样子，把手这样压着。压着，压着，我来刮。那么好刮的东西，好不好刮？以往看很好刮。好不好刮？很好刮。加紧。我猜一定没有错。嗯。我猜一定没有错。靠你。像你会什么？阿美，我需要帮忙，他有点障碍。对啊，这样你用这样像斜笔这样，或者是这样，嗯，确实不好刮，对不对？有一点点不好。弟弟，你这样不太 OK 哦。弯弯，然后这边吵人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一直要叫我没有事做，然后就吵人。每天这样子，哇，你这个怎么这么多可爱的东西？有皇冠啊，钻石啊，哇塞！你的符号是什么？是奖杯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你的符号。你的符号是奖杯。我看不到。等一下再给你看好不好？还有钱钱。还有什么？包包。等一下，哦，不是，幸运符号是星星，然后包包，还有这个。不是包包，宝箱。哦，宝箱，这三个。宝箱。对，然后你下面如果有，就可以应对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就猜一定没中，因为神明对我不好。58号的威力，太强了。对啊，没有。所以不知道中头奖是几号，很想知道。你看它上面这三个啊，星星跟这个跟这个啊，这个跟这个这个这个都没有对到啊，对不对？没有。